喜欢的还是甜的，喜欢酸的还是咸的。 有没有口味一致的人？桃子喜欢软的还是脆的？喜欢酸的还是讨厌酸菜？喜欢榴莲还是讨厌榴莲？丝瓜是脆片还是用勺子？苹果喜欢粉的还是脆的？喜欢甜的还是咸的？ 有口味一致的人，桃子喜欢软的还是脆的？喜欢酸菜还是讨厌酸菜？喜欢榴莲还是讨厌榴莲？丝瓜是脆片还是用勺子？苹果喜欢粉的还是？